是什么？西瓜咕噜。因为吃了没得，然后把那个里头的肉肉弄起来做雪糕，皮皮弄起来做咸菜，夏天嘛清爽下饭。把这个果皮和果肉给它分开，先刮一下，哎，尝一口，西瓜甜不甜？嗯，真甜。再甜也没我甜。这个皮皮有点薄哈，我还记得我刚开始回来哈儿。我给小二娃做了一个凉拌西瓜皮，他说好吃得很。现在我说我给你做个凉拌西瓜皮吧，他说那么多有啥子吃头嘛？妈妈给你切，切一口给我幺儿吃，来，呱呱，拿到，呀，嗯，好不好吃？嗯，还是可以吃个好吃的，嗯，嗯。娟，你来看看你娃儿看。哦妈呀，铁大仙人啊，仙人啊！来，往脸上抹。干！你看我眼神还傻眼神，还笑。真的是爸爸带娃儿有点活着就好啊！你们看这个瓜，完全是生的，我把它弄成喂鹅儿。把这个上面那层皮皮要给它刮了，只要中间的，还有这个西瓜瓤瓤要给它刮干净，再把西瓜皮切成粗条条儿。这个西瓜皮皮还可以做干咸菜，还可以做那种酱菜丝，都好吃。还凉拌西瓜皮，我这种是属于那种啥子泡菜型。我再来摘几个海椒和得吃。把辣椒也给它切细一点，抹点盐给它揽一下。你看西瓜皮有很多水分，像不像冬瓜皮皮？哦，辣椒的清香味儿，我闻到的辣。小二娃说喊我多给它整点海椒。我觉得你应该把西瓜帮我弄来冻起了。哦对，好给它懒得的，我去给你做雪糕。把雪糕棍儿插进去，自制雪糕。你说我们小的时候就没得那么聪明的，嘎。哎，不过那时候没冰箱。我刚才搞忘了放那个蒜片儿，现在的记性越来越撇了。如果你觉得还不够硬的话，给它挖一下，拿手给它挤一挤。这个西瓜皮也硬了，把水分给它挤干。就可以和调料了，加点白糖、凉拌酱油、八二年的老醋、鸡精、油酥海椒，再给它和转，看起安不安逸？你们说？我都在流口水了。我先看一看啊，脆不脆？再给你们来口脆不脆啊？对吧？嗯，好吃。这个你可以装在一个罐罐头，因为我水分都是挤得干干了的，装到外面密封了起来，早上像稀饭安很，在一个星期之内嘛把它吃完，要不得一个星期。快去给我舀碗饭，我要急迫不及待的尝啊。就是蒜片儿，嘿，这样子吃才好吃呀。嗯，好吃吧？脆不脆？想到西瓜皮那么好吃，这跟去第一回我给你做个凉拌西瓜皮又不一样哈。我推荐你们一口软糯豆，真的很香，尤其是这个辣椒，太经典了，时不时冒出一个清香味儿。我跟你们讲嘛，我刚开始做这个菜，小二娃特别看不起。对，我特别看不起这个菜，我觉得就是太普通了嘛。好吃吗？嘎，而且。解油腻。主要是夏天吃不了这饭，吃过下饭。看这西瓜皮，完全是水分全部干了的状态，有点像那种晒干的西瓜根儿一样。
再吃几碗饭来。你确定啊？好吃。那行吧。要个饭都那么油。你好夸张哦，真的有那么好吃吗？没骗你。